咁啊，正话咧，我就出咗一个不能即系确定嘅消息，就话咧，巴勒斯坦各方嘅势力啦，喺中国咧就达成个协议。咁而家咧，中国嘅外交部啊个发言人咧，亦都就系证实呢件事啦。中方一贯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。支持巴勒斯坦各派别通过对话协商实现和解，支持巴勒斯坦早日实现团结统一、独立建国。中方已经并将继续为此做出不懈努力。关于具体的情况，中方将适时发布消息。好啦，咁大家听到啦，阿毛宁啊就正式话俾大家知啦。咁啊，中方咧系帮召集埋巴勒斯坦各方嘅力量啊，聚集埋一齐。就幫佢哋開始建國嘅行動啦。咁我會將我嗰個嘅視頻嗰個嘅未曾確定啊，會轉翻做確定噶啦嚇。